其实我一直都很向往，觉得想要做一个很场面性的一个空间性的一个展览。我想要表达一个希望的感觉，然后而且我们不是一个人。OK， 对，所以我就那就100只吧，那就100个朋友一起上去这样子。OK， 了解。然后每次希望可以透过我们本来很擅长的就是印刷跟纸张的这些技术结合，然后去创造一个作品是可以让大家就是感受到幸福跟快乐的作品的氛围，这样是 是，所以后来才会决定用就是6000片的纸花，哇，对，然后对，然后就一片一片串，然后挂在整个人会行走的动线上，就希望大家可以再次在疫情之后再回到这个公共场域的时候，可以感受到那种色彩跟作品带来的这种欢乐的气氛，这样 OK。